广东省翁源恒辉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坐落于广东韶关翁源华彩化工涂料城，交通方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公司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专业致力于各类木器涂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销售范围辐射全国乃至海内外，专注涂料，厚积薄发。十几年的披荆斩棘，恒辉始终坚持服务顾客、回报社会、成就梦想的理念，成为高端化工涂料行业的带领者，是公司的共同愿景。恒辉人踏实进取，不断创新，在涂料领域创立了民居家具期备受用户好评的支柱品牌，并且不断扩宽产品和业务领域。历经十几年的发展，恒辉涂料已经成为业内产品多元化、极具影响力的综合型涂料企业。主要产品有 NC 硝基类、PU 聚酯类、PE 不饱和聚酯类聚酯涂料、美式仿古漆、水性环保漆、UV 油漆、净味环保木蜡油、工业汽车漆等系列产品。服务至上，为精为诚，整合自身优势资源，发展态势一路高歌猛进。公司在顺德设立营销中心，有强大的营销团队，并拥有一支由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组建的售后团队，为我们的涂料产品提供从出厂到使用的全程跟踪售后服务和技术指导。团队卓越，管理科学，恒辉承诺能够满足渴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的客户需求。公司拥有强大的涂料产品研发能力，先进的涂料生产加工工艺，高精准的检测试验仪器，所生产的民居系列产品完全达到国家与欧洲标准，是高品质的无毒健康的环保涂料。恒辉凭着丰富的经验以及强大的技术队伍、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创新的现代化管理模式，通过了 ISO 14025、 ISO 9001、 2000质量体系认证、十环标志、3C 认证、中国环保产品认证。使命责任，以人为本，恒辉人一直在企业中酿造着一种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气氛，不断提升员工生产技能和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能力的持续提升为企业持续创新成长提供了原动力。肩负着恒辉使命的制造团队一直以来紧密配合，按程序作业，致力于每一道工序的细致完成。恒辉人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精湛娴熟的专业技能，实实在在地保障着每件恒辉产品的质量。先进的生产设备与生产工艺、专业的技术产品，十多年来受到众多国内外客户的好评和信赖。脚步求索，腾飞跨越。恒辉公司十几年，我们将始终秉承做环保涂料、唱国际品牌的企业宗旨。我们的价值导向是追求娱乐、服务客户，以人为本，持续创新，为行业打造高品质、高性能、环保敬畏的高端家居系产品。十多年来，恒辉不断奔跑腾飞，脚步从未放慢。十多年来，恒辉人以非凡的魄力缔造着辉煌与梦想，恒辉激情迸发，昂首挺进，与客户共发展，做中国乃至世界
恒久辉煌的涂料品牌。